这个是柚子，一个国小的同学，人家送他柚子，结果他吃了，把种子丢在地上长出来，他送了我好几颗。去年长了以后，后来也掉了，今年第二年长，种了大概有至少五六年以上，不错，今年长了六粒。我在这个方向可以算得出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一，我算到的有一二三四五六，对，没错，有六粒。这个更好玩的，在这旁边还开了一点花，啊，这个还有开花，怎么这个时候还在开花呢？啊，这个就是花，啊，正中间三朵白白的，第四朵长了一个小鸡子了，啊，这个蛮好玩的。六个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肉很细，大概两个拳头那么大，比起台湾的文旦，台湾文旦应该没得比这个好。